区二号机。小木没接，小门有。怎么开始？杰克啊，杰克在板区。抓了先知。然后，对，最先知，最先知。妈耶！我板区我是修不了了，我要去其他地方。不能空了上来。你说先知他开局能透视屠夫，是怎么能撞到屠夫的？四号机啊，先知刷四号机了。哦。那讲道理应该也能拉呀。现在四号机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四号机能往外拉一拉，现在四号机屠夫刷位置刷得好的话跑不掉的。就到墓地了，鸟是交过了的。我小门能量，他没踢板，底牌一刀。等会看他交什么技能吗？一直没用，应该是闪现吧？擦眼吧，不好说。我机子亮。大房是佣兵在修，墓地有一台，我在修红毯子。那我转墓地。还行，这个能溜到时间了。这我来了，这我来了。老哥生气了，他现在没有技能啊，他现在没有隐身。我知道。抓我那不更白给吗？我这么多加速，怎么可能抓得到呢？墓地没板子了是吧？对，没板子了墓地。那我还是得转墓地去啊。可以。先知在。哎呦，我日，我接不上了。哎呀，他不愿意是歪的，然后我直接用头去接。哦，佣兵的耐心应该快起了。目的机子被少了。你机子超多少？我机子修一半。那佣兵救你。那佣兵救你。我把他带远点目的。对，把他带走就行了。他也。没有苍蝇。没有苍蝇吗？对，传送门。哦，苍蝇，上面有标志。我刚才见他有个丢眼的动作，跟我说不是苍蝇。满血头，那我下一波可以去帮他开枪。他把大房机子补了，那就差墓地的了。就差墓地的，他的手机子，我拉走了。先拉走，没事。我倒红毯，他不追，你摸我吧，红毯。没，要追，我在板区，我在板下。等会儿阴他一枪。他往哪挂？就椅子，就这个椅子。对，打他。哎，他不丢，想骗他的。哎，丢了啊！没事，稳的，没事。可以。他想打我一刀，不让我救人，怎么可能，小伙子？借羊，我再过来烧。借羊，摇不下来呀、啊！开枪！打了！可以点。快跑！我怕啥？哎，你别翻，他外面。
他去小门了。开大门，开大门，开大门。你走红毯，别走中间啊！中间有磁铁。放心，不会走你的磁铁的。你什么哪儿都布的有磁铁？啥？破烂隐身啊！哦吼！哎哎哎！我走了！我还以为你走不出去呢。那你这不必死？跑跑跑，直接往红毯那边跑，别怕，往小门跑都行。不是几个，好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地道在四二级呢。你给，哎，他捡了磁铁，然后你去中场再捡一个。好，那再见。你得你得把他隐身骗出来呀。好，骗出来了。死了呀！骗出来有啥用？我应该偷偷摸摸的往四号机跑的。你在哪？人皇，我直接修了，他在医院里面。他会往小木屋走啊。好，废墟三连。人皇直接修，好吧，不锤了。红蝶，红蝶。差点红点我值，哦吼，哦吼，这有点狠呐、啊，差点红点。可以，要可以，那我就接着转了。你可以来废墟，我帮你开一枪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有磁铁。他应该不太想追。他有那个愤怒加困兽之斗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直接去小屋就行了。是再去啊，他好像没追了。他要杀仙子，杀仙子，快递了。我修三连去了。咋了？你好惨、啊。我人皇，佣兵在补。废墟有两台，有一台修很多了，两台我都可以补掉。没了，你们谁救啊？两个人。你救。我就当我补好卡血啊，他在我旁边。枪没掉啊，掉了，还吸到一只鸟啊！又吸到一只鸟，真牛逼！看他能进大房里。那还差一台啊。废墟我这台快亮了，还差哪台？差
炒大房，炒大房太真实了吧？好像 VIP 了，要不修石匠，大房吧，大房，你修石匠，修石匠，大房修不了。这把有种往平地走的感觉，前期差的有点，等级不够。你要去保人的，你要去保人的。不好保啊！我一个人修够了。你一个人修够了是吧？对，我一个人修够了，死保。你确定是够的？够的，到我马上到括号了。那我就死保他了。没事，我帮他扛了一刀。被压击了。点，点点。他丢了眼的，丢了眼的，那他应该换底牌，他也切不过来。直接来大黄吧，用命再开。哟，打得有点快啊！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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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觉得这开得完吗？我觉得他差不多，他放椅子放了好久哎。这怎么放椅子放到这？直接往那边逛应该就没事了。应该能开，走吧，应该先跑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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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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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在41后面的板区，他要么在小木屋，要么在大门。我在海边，我去41修吧。他喵在小木屋。哎，别急。杰克杰克杰克，看见我了。等你了吗？他要刷先知，他不追我。他看见先知了。41是底角机，然后甲船有一台，我在修甲船的。对 对, 对，那个角落机我在修。刺都不扔。哎呦！他一时半会死不了，下一个这个鸟没了，下一个不认他就会死。希望他成功。那关键收我机子。不不不，你可以修，可以修。我修完把小木屋修了。你这样，你修完你修甲船，我去小木屋，他救完人之后，然后我再那个，让交替式修，修的快一点，不然你要跑好远。因为我下一波要救人的，我把他再修机的话，也不尬。哎！血线卡的还是太死了，要没倒的话不好赢啊，还闪现呢。往平上打吧，这把倒的有点快。又没贪湖币了，应该是。我这边还能搞他一手。完了，取消操刀了。我白给了，白给了。他应该能摸起来吧？这么长时间，不知道。你看他能起来吗？牛命到钱，牛命都起来了。真的是个取消插刀小能手。你加油，小海边了。
那小船的机子没人补了，小船没跟人没修，小船修了，假船，假船的机子，假船重新起吧，都保住它。想先换了、哦、我知道，小船套多少到括号了，行了，这是最后一台一半，游民多修了，游民多修了，游民不跟我一起修，至少我这台了，有没有这一我都发了 十几遍信号了还在那修，我去保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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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亮了，马上亮了，走他能亮吗，亮了，有没有真的是一点都不灵性，小门啊，开大门，不能开小门，在小门这边溜大门，我说的是大门，说错了，地窖在那个大门这边，怎么送啊，不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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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直接往那个小门走了，不开了，你要开吗，我没开啊，我在中场呢，快去开，快去开，快去开，哎呦，你说他一个大心脏加速去小木屋多好，他能撑一会儿。你有在开吗？我在往那边跑了。我还刚摸到。那这边幽冥他知道地窖的。难听，他走不了。他走不掉了。我们直接走吧，看看能不能走。三秒。我在鬼屋，我在，哦对，那个帐篷，帐篷，在帐篷是吧？对，帐篷机有，帐篷有机，我直接修了。在帐篷的话，他在帐篷了。杰克，查眼。好六啊！不认丢了，没有裁判，来一刀。哎呦，吃夫人了。还被卡死，他把你逼死在这儿。对，他等无人，最好吃了个手刀，或者是滑梯都行。还没到头，哎呦哎呦
这真感觉我见他是远距离误人，我看到了。我打真一破一，佣兵在哪修呢？佣兵救，佣兵救。好，两个人都在修。你一个桥上，一个是那个二号站下面。他修是二号机，二号站下面的修好了都。啊，就是二号机下面那个旁边的，就起点的那个地方。好的。哎，这佣兵怎么还卡死救我啊？他只能卡死救你了，他在那半场呢。固必能赶到呀。那完喽。嗯，别急，他第二刀没事，不是那么容易吃的。卡死死保你。但他要扛得到啊，扛不到刀。只要能扛得到，我这边过是一半了，强摸都行。确定过一半了吗？你不要松懈，不要松懈，不要松懈，还是差了一丢丢。快点，我顶不住了。正在压机了，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压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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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这手刀，哎，他追你。我就站在这木马上面了，他打我，打印章不打我，我就在上面蹲着了。当着点着，哎哎，你这乌镇啊？没事。你在那个斜坡，他是肯定会死到的。别踢了。门是开了的，哎，别急，他门开了，哎，别急，有机会。你有怀表吗？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哎，爆了，爆了，我有怀表。你有怀表是吧？有。哎，可以。哎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那个椅子。等会，等会，等会，挂上。好的，好的。直接打。哎，牛逼！哎，怎么说？虽然白给了，还是赢了。那么几个的猫小木屋，三连我直接修了。小丑，小丑的话还好。小丑的话，我不能吃钻呢，不能倒。石像那边拉了，石像拉了一句，往大门拉了。这是要他们要上二楼吗？没有，鸟这么快就给了呀？两不刺刀。哎，手刀回血可以的，闪现。哎，手刀回血跑不掉吗？走位有问题吧？闪现，去板了。闪现没打着，去板了，还行。豆花可以，又掉了个狙。哎，柜子里面签的，躲柜子了。你救我救，你能亮吗？我亮了。我救吧，我离得近。耶。我三连击摸一下就亮，你不用补，等会儿自己回来补。我争取无伤救吧。好的。难顶哦。小丑无伤救，不吃个钻的想走。哎，没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一幕
看到我真的是太爽了。回想起自己的往事。那你还能救啊？对啊，我还能救啊！我把先知机子补了。这波救的话，你要帮他卡，你要帮他扛刀，对，要帮他扛到死。三连击怎么说？三连击等会儿最后再修。不是三连击，你亮一台，先知一台，这只烧我的了呀。对啊。哎，我自己能补，他挂这里了。能补还行，如果能卡死救一波，我这台机子能亮的话，我还能过去帮忙。他不让你补，不好，他不让我补。那你这样其实可以救下来，然后扛刀了。一定要扛到死都行，就差你那台了。你那台差多少？我是一点。能量，我的能量亮了。你的怎么说？我卡好了已经。那就点。推进器。他要来杀咱们，你进大房里，进大房里。我肯定进啊，我怂得很。他杀你。我用护臂了。抓小丸子，你在开小门啊？那我往小门挪。小门开了。空先知到哪？先知在我这儿，你来就行了。啊，走，就差你闪跑的。走吧。哎，这小丑，反正我都隔着屏幕的感觉，他在骂人。他那视角对着我呢，对着我直接打尸体。别了，我也在小木屋。那他在森林。那我急着让你。哎，别，不是我让你。啊，不能。不，我本来在走。吸。都走。追谁呢？追你吗？我哪儿的？小木屋附近。我直接转了，下一波要闪现了。哎呀，这个跳跳吸好会拉距离啊。这个跳跳吸玩的挺好的，就这个皮肤的。射院想过射院，射院有板。闪现没交啊，我是被平 A 死了。这没救。这波转大房还不好转。大王现在在修机子，那我也得转。四院不是有个板没踢吗？踢了。哦。先去看我了，不知道这看的是优米还是看的是我。看优米。他又有技能了，他又可以跳了啊。我死角落，有点不好打了，很不好打呀、啊。啊，挂人需要很长时间。四合院，中场，挂中场。幽冥机都被守了，他亮不了。他需要中场，对吧？对，
开枪救啊这一波，你，嗯，开枪救，你往大门，你往大门，你往大门。他刚跳过，嗯，能靠你自己溜了，我被做了。难顶哦，顶哦，三台都在修，还修不完，有一台整机。不不不，三台都在修，先知那边在修，就把这波佣兵修不完。佣兵修好了的，我先跟佣兵。那就差先知的了。下次往小木屋跑，我就把板子直接下了，要么我就往那个废墟那边拉了。两个刷在一起好尴尬呀。对啊，那个点就是两个人都哎，你的亮不了吗？亮不了，亮不了，先知亮了，就只修了一台。佣兵在大门，佣兵重新修了，他抓先知了，先知亮了，能亮了还行，我跟佣兵一起修一会儿，佣兵就万一佣兵求不下来呢？求不下来也能亮，因为他这波拖了很久。他嗝屁了，他要去救。你吃多少了？就能不能修好，能压好。把别人踢了呀，他挂的越慢，我这边修的越快。挂 VIP 呀，下来了还？能点这一点？别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点十几刀。贪 VIP 的，不追。哦，还在追，就开。还要追的。他来我们这儿的话，先知就开小门了，还有个佣兵。肯定平局了，是吧？肯定平局了。平了，这边有地窖，他必须挂。平了。还行，最低保平局，还行，可以了。等我，我直接进医院了，我怂一点。我直接修雕像了。杰克往雕像来了，别急，对，往雕像来了，真是。那我直接去小木屋修了。他，我给你包位子啊，他往大门走，往大门。嗯，我在跟他往相反方向走。这小曲的半卡，把空军开枪了。空姐在那个医院内部，医院内部大房里吗？嗯，对，他机子是那个鸟笼机啊，不是二楼。对，我修小木屋，废墟有机。他是要找先知吗？有可能。那他电机掉太多了呀，他还是抓空军，还抓空军。哎，别急，这两个人肯定跑虫了，有可能怼先知了，有可能怼先知了。那我电机能量。嗯，我能起两台。这么牛皮的吧？因为没什么干扰啊，然后这 QDE 一样一个准。他不救你救，我是亮了的，我电。那还差一台机啊，差一台先知的，先知医院里鸟笼里面。先知应该有一台残机的，
然后空军的，然后你修台新的。他也。修一修，不上救人。关键是得修得出来呀、啊。别吃他的无刃，或者吃个实际刀丢空。无刃丢空了，打椅子了。可以，很秀。几个急了吧？他以为血线我会直接捞，结果我没有捞。那万一你没捞到他过半了怎么办？我卡着血线呢，稳当稳当稳当。鸟龙鸟龙，鸟龙是被亮了吗？鸟龙修好了，鸟龙修好了。差点谁的？空姐的吧？就差先，你不说空姐修到大房里的吗？没，空姐翻出去了。啊，那出去的话，那应该三百一箱。哎，不对啊，空姐怎么修了一台？哎，他不找先知的鸡吗？这个人，他修了个大门的，他修了个大门的两百一窗的，他不找先知的鸡，这个人有问题。那我只能三个磁铁堡先知了，没办法了。来吧。哎呀，这我能难保啊！这都没他喵的。保吧，保不了，保不了，保不了。他守电机去了。不要摸你。你等等。市场。说他会不会换市场？哎呦！别。你走，我去蹭那台机。行，我把它带走了。炸你了。你能量不？一半。守你。空军快来。对对，我守你。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怎么来我这儿了？看一下这台，我靠！你们在修哪台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没修，三台全都是整的。吃误认了，修机有问题啊！修机肯定有问题啊，是吧？先知是肯定修了一会儿机的，空军上来没有被追，那肯定有两台残机，你修了两整台对吧？对，我两整台，修机有问题。我帮你摸好还是怎么说？不好吧，失常又失常了。你可以去修大门的两百一窗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有一半多。嗯，我知道。我这波去没护手了，把他卡死了。行，差不多了，告诉我。难顶哦。难顶哦。他们都不一定修得好。我要去了。走到？到数字了。我捞是能捞，但我要帮他扛刀。没事，倒了你压一下。压一下，压一下。
我摸我摸，能消耗能消耗，亮，能吗？在食堂，我直接开大门，直接开直接开，他来追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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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我追我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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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追你，他追你吗？那我追我追我，没有没有，又回去了，想追你，去小门去小门。我肯定要没了的，你有治愈，我有治愈，对，地窖不知道啊，我肯定被挂了的，不会让我起的。那空姐救过人吗？空姐没救过，但我这辈子跑不掉。然后出去看看修机进度吧。别杀了人，以前很磨的，好像锤过几次。我修中场了，墓地让给别人。我修小墓。先知黄衣，知道先知，先知在墓地，操！他也往墓地跑了。然后是不敢修板区的鸡，他修板区的鸡的话，这把鸡修很快的。还要抓先知，先知要吃刀。希望他不吃刀。有鸟，转墓地了。还行，这把先知没机子啊，先知的机子是中场，中场我补。行，我们要修三台。调香师应该在人皇街，调香师，叫他放个信号呗。调香师是他是知道我位置，板线交了。我这台能量，到我这儿了，但我能量。别去搞他，肯定不搞他。你救我救，你救吧，你救。我救我救。你有枪，但他出手能挡枪的啊，注意了。知道我知道。还有他出手空了，有四秒 CD， 四秒中攻击。你要不你也可以交枪就，两个人都能走。干嘛呀？这个先知干嘛呀？哎呦！他一吃到我这枪就不想开了，什么情况？他走板子呀，他走板子他不会吃刀的，他打了我一刀手刀把人捞下来，哎呦，不能等第二波了，先知有问题，我把他捞下那一瞬间他直接去翻窗，然后吃刀了。应该去走板子，走板子不会吃。还差一整台。是要把它卖了，卖了。嗯，你来人皇帮我修，把这机子亮了，就差调香师的。调香师整机啊，有加速，有加速。喂，别慌，别慌。我们俩补状态。
怎么还有？搞笑。来补装。是在这儿补吗？有点膨胀。他啥 ？TP。我把你摸好，我去修机，一会儿你就。嗯。就不摸我了。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枪给你，那怎么给你？目的机子，你去吧。我就看看调香师机子超多少。你可以去摸一下调香师的机，应该是一号或者说三号那种。只有一号和四号，我先走一号。是四号。去四号。应该是四号。应该是摸的四号。好多，他没追到了。你超多少？你收多少了？我这边一半。他追我。狼子在我这儿了。狼子在我这儿，我俩在修。我就不往你那边带了啊。对，别带。嗯。多久能量？快了。能量就直接亮啊！好的，亮，能量就亮。你把它往这，我们去开大门了，我们去开大门了。OK。我们去开大门了，我们去开大门了。OK。四号机，目的地到。我要把自己卖了。你可以不卖，你还有几个弹簧？一个，能走。可以不卖，你还有几个弹簧？一个，能走，我就能走地窖，快点。正在开，我还有枪呢。他踢了，踢小门了，他踢小门了，来大门，快，来大门。走，你们走，我走地窖，我要弹翻了。快点。还差一点，这个门，还差一些。快点咯，开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这个人还有贪分。有地窖干嘛不走呢？一分也是分的。哦，我要掉线了。我看一下，他在大房里。有吗？有。嗯。现在还没动，我看不到他了。他本体移动了。往哪动呢？看不到他，不知道他往哪动的。哎，记住，反正侧门没来。让我。他应该去板区了。哎，别，来侧门了，再地到位，往那个201窗走了。他追我，看我，追我。我看你个锤子，我又不是先知。我压黑板子。你往墓地跑。往墓地跑。没事。他的女儿去墓地了，我的寄生在那个一块板子那儿。是我踩圈呢，还是给游民踩呢？我自己踩。这个先不管，帮你看啊。他带着狗去管其他人了，好像在追谁来着？看他，你过来，拿小门，我帮你去。我别急，我看，还行。我就把圈铲。我瞅一眼那个先，看他。哎呦，这个鸟废了呀！哎、我刚看一眼，他喵的就那啥了。来，去一下。你直接修这台机子吧。
老哥要死了。带着狗没有那么容易死的。牺牲我了？没有，牺牲他，牺牲他。哦吼，蛆是去掉了，但他人死了。他拿了一刀好像。压死。地下室通缉来佣兵。佣兵电机没亮吧？啊，亮亮了。啊，看弹修的墓地，我去补他地道，我去补他墓地的，就差你那台了应该。嗯。佣兵难救啊，佣，可能要过弯。可以选择卡满这个。这明显要卡满。卡满的话，你那台机要起来，我去补墓地，这把电机应该是够的。还有放狗，两只狗。加速，他只要能捞下来，这把有机会。我这边，你多少了？马上修完，马上修完是吧？我到括号了，那有来得及，来得及吧。那我直接贴门去了，我就不保了。贴门，贴门，贴门。等佣兵过半啊！我知道。别着急，过半就直接点，别等。来空坛，什么情况啊？他是震慑到吗？你看这反冲王被打了，那他打了一个快走走地窖，可能有问题。为什么那边还在区？我怎么看不懂了呢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？那不是佣兵吗？他爆那个谁了？你看一下佣兵呢？我没鸟啊，佣兵不在脸。没鸟也能看呐！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这狗的心跳。你没看到佣兵吗？佣兵就在那个教堂呢，你没看到吗？没。我视力不好。跟我提视力不好，开玩笑呢。敲门了，他有可能在墓地。我丢我娃走。嗯。女巫，女巫，女巫，中场，中场，中场中。哎？哦，中场本体没动。你本体别出来了。我知道。在磁铁那边。我可以双修，他在那边的话，我可以双修。你再修个锤子。我在摸他，闪现，还是没了。我就救
儿子挺给力的啊，没炸鸡。哎，不是。他不会倒，他暂时不会倒。好。小门板子还没下。我机子小门被守了，我点不了。哎呦，他追我儿子了吗？没有，打我儿子，还在追。我去拿儿子补你操，把补你小门。没，小门有那个磁铁的寄生。哦。补不了。这么难受。嗯。只有帮他去了才能补，没办法。看站在大房的靠墓地的那个窗口外，抢监控了。你去赶紧把他去了。我没有那个啥，我没有那个啥。他俩可以摸，他俩可以摸一下，他俩可以摸一下。我把他机身带过来。他俩在摸。哎呦这调香，哎呀，调香被害了，告我了。你没娃娃了吗？我有娃娃，我一会儿拿娃娃补那台，就差串门那台了，就差小门了。对，就差小门。小门娃娃被驱了，你可以修。去了，可以修。快去啊！哎呦，哎，那个是原生。这是原生。嗯，来救。没有，你不用救，你不用救，乔乔过来了。他不敢闪。又要去追勘探了。把这东西先捡。这个女巫闪现真的是贼秀。我去把勘探去一下。我这边能摸好，你能全速修。勘探的是区了，就中场吧。现在是中场木。我知，直接去，来，帮我去，帮我去。再见，宝贝儿。当面死，他很难受，这个突破很难受，空两个闪能不难受吗？你就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也先走了。接修，侧门那台机也快好了的。我把儿子放那个。他守不住，寄生我了。你俩去，我先把儿子放大门。哎，三二一，嗝屁，又没了。能量。样子吧，我儿子卡好了，打到后面他寄生很难受的。哎，别，要搞事情啊！别这样玩不行。别。你有怀表吧？那你救吧。我有怀表，但是你会倒地啊。没事啊，你怀表都是强点吗？别急。哦吼！那个磁铁重新修了一台。我跟你说，我有怀表。
他在板区追特朗斯。大门快开好了，我这门开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有怀表。啊，这么真实的吗？我好像怀表用了吧？你用了吧？你用了，你救过人了的。我用了。带他换的狗，他换狗了，蛇身在我们大门。那他要死了。那小我们呢？直接走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僵尸到了。我还没到。快点啊！快来了来了来了！这个老寒腿能这么慢？哎，老年人嘛，哎呀，担待一点嘛，换带的狗。雷弱怪嘛，担待一点。我在红毯，我红毯，我在教堂里。什么屠夫啊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他没往红毯走，他往那个地方走了，小门走了。哎，女巫，我是放个儿子溜了，吓得我鸡子都没碰。我儿子还不敢动，哎呦！你咋待在这儿了？他追你的是机神还是原生？原生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样、啊。你不能来赛奥金，你不能。对、啊。你来赛奥金，你会被卡死。那娃娃开局就没了呀。救命啊！我要死了。机神原生。两个都在追。时间是拖到了，时间是前方的骚扰，我捡圈，我到侧门了。哎呦，痛了！前锋在哪儿？他要杀你们了，他杀我没有意义了。杀我！他要杀我！两个儿子都没了，他带了什么闪吗？一直没交，一直没交，一直没交，感觉像闪，闪闪闪闪 ，OK。秒救了！这个人开着球就去了，枪秒救了。但我修不动机啊，好尴尬啊！哦，最后一秒还打中是我，他到本体要过来击伤我。这波要对前锋要求很高，前锋如果那啥的话就不好打了。嗯，我快起来了，就剩个二胎，哎，可以，没事，他放我就白给，放我就白给。
我日你哥，闪现！还行还行，白给白给。他有红吗？他黑妹是有红吗？黑妹，我想一想啊，他只摸过我，他可能没猴，他就算有猴也不一定是你的那个技能。他不是，他就是没猴。他又秒救了。对，又秒救我了，那三保一，杀我血条。但我修不动机啊，三保一。感觉要被拖死。能把自己摸好吗？能的话就有机会。我这边帮一下吗？算了。猜一台哪一台啊？我开的墓地，你要再找一找一台。只有二号和一号了。红毯还有一台的。要救人了，你要救人了。嗯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我救。要么就我把这台修好，然后我去救，然后你修。哦。没事，我摸得快。死了。摸得快也行，摸得快也行。但这个人救的话过半了，把他卡满，一定要把他卡满。嗯，我去救，卡满我去救。那差一台怎么办？对，差一台整的。差一台整的玩一个蛇皮。哎呦，我都不一定救得了这个人，太远了。可是我贴了，我在贴。很极限，过去的话很极限。哎，我能救，我能救，但是很极限。我救了，我是，我要在你会倒，嗯，查整台机子，让前锋修，让前锋修，让前锋修。别动，这个咒术别动，我来驱你。别动，咒术别动，咒术。摸，咱们要补状态。摸，前方不能倒，前方倒就死了。那肯定的呀。前方还可以修，前方还可以修。先摸自己，咱们这边打团没事。这黑妹为什么老跟着我呀？要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在保黑妹的。哎，打我了！摸了摸了摸了，快摸快摸！那肯定的呀，摸起来吗？起来，起来肯定起得来。Nice、一折，一折老牛逼了！哎呦我值！挂我了，挂我还行，我一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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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锋能修好，前锋能修好，感觉这个苏小凡要跑啊，苏小凡要走啊，能去掉吗？能去掉，他就拉闸了 ，nice， 他拉闸了。哎，别急，那边正在压，那边正在压，等会儿，压好了，来，可以，飞一样的感觉，他的女儿来催我了，你们去开大门，小门再开，三个人都能走。别急，他不管我了，他不管我了，小心。咒术上已死，空军前锋上已死，要小心一点。你能走吗？这前锋干嘛呢？不知道。你能爬出去吗？你俩受伤，我摸不动门啊。哎呀，这个前锋真的是他被门卡住了，能爬出去吗？
不能啊，他白给我也白给。哎呦，快跑，你能走吗？快跑。能啊，我肯定能走。你能走我就能走。他快跑，他怎么掉不下来了？哎，蛇身没有用，他这是玩手了吗？这，他掉不下来干嘛呀、啊？